年在这场比赛呢，是靠着蛮头高伟杰在下半场攻入了一个进球。不过呢，高伟杰因传球能力给到右边，现在是白少宇上来，李明伟过去做扯边，白少宇往内切，交给了俊清，左边有 Emilio 蔡立进，在左前场也进入到了对手的勒布的位置，到了左侧禁区倒地，哎呀，想要跟裁判要禁区内的。最佳球员，我这边要面对到推特。
很有风险的。好，这球远射，哎呀！但是因为巨青其实是也有高点的抢点的一个能力哦，投锤巨青球进了 ，Go！ 吴巨青果然是中华队，这一次对了，如果还是巨青进球了，再看一下，哇，巨青的球是把这一个身体给压低了，最后是一个埋门的头锤，科威特的门将没有发出任何的反应，蔡立进。送出了他来中华队的第一次助攻，哇！巨青过去了，年轻的时候在中华队就是主打前锋了，所以在好一阵子他是我们中华队稳定的一个进球数据哦，进球的一个常客。今天在中华队身上，在禁区内这边，哇！施静安，呜呼！H 组的北韩看到这边白少宇右边涂上来，这边可惜了，应该是这是正式比赛的一个进球的话呢，就是